大家好，我是酷奇。那今天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末日之旅》。那《末日之旅》的英文叫做 Overland， 那是采回合制的生存游戏哦。那它的游戏背景主要是在美国濒临末日的时候，那这一个人应该说是主角吧，需要从美国的东岸，然后冒险到西岸，然后去做一个避难哦。那中途可能会碰到很多的事件，或者是人，或者是动物等等的，那你可以跟他们互动。那每一个事件都是随机的，所以说你到达最后的终点也会有所不同。那我当时看到这个剧情，应该说剧情吗？看到这个设定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所以说想来挑战看看。那完全没有玩过，但是我刚刚有稍微进去看一下它的操作界面怎么样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第一天黎明。原来你必须把我留在这里 ，Johnny。莱尼姆过去收藏古董，有一些什么忧虑？现在要干嘛？有车子，要上车的意思吗？这边有其他人。我们出了两只怪物，先上车看看好了。上车。然后呢？检查。车子状况很好，零，很省油。你说现在车子没有油，需要拿油罐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还有两个空位，感觉就是如果在中途还有碰到别的人的话，可以让他一起上来哦。等一下哦。要先找油。然后这个白色的格子好像是类似他的体力格之类的吧，所以说每半格可以走一步。我先撤销一下，撤销撤销。所以说我现在不用上车，我要先去找一下油箱。这个感觉，这可以探索看一下好了。探索，对，探索。果然有油，果然有油。然后拿了油之后没有体力了，所以我们也只能结束回合了。强尼，死了。加满油。他的回合制还蛮有趣的，所以说现在油已经加满了。然后不过体力没了装个油就没体力了吗？好，那不能上车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也没办法。好，结束这回合。上车，发动，然后现在往西前进，这是西吗？好了，勉强向西好了。离开驾驶，准备走，离开。很有趣诶。而且地图的设计还蛮好玩的，就小小一块，你能够活动范围也就这样子而已。但是我怎么是女生啊？等，旁边有怪的，旁边有怪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陌生人哦，邀请一下好了，看一下你是谁，你可以帮我们什么什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李雅哥，见多识广，只想洗个热水澡，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，所以我的回合要稍微小心一下，因为他要走过来，对不对？拾起。我可以控制他哦。你先去干嘛？探索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好了。有更多的油。结束。哇！他会走过来，合并是什么意思啊？等等，你先捡起油来，然后走过来，可以加油吗？好像不能动嘞。哇，有点恶心哦。等下他走过来怎么办？而且好难控制哦。先点一下你吗？不对。我现在是在操纵迪亚哥，对不对？原来如此，按右键就可以选择你要操纵的人了。所以我现在操纵。他也太难念了吧，莱尼姆，好，我先上车好了，上车，然后发动，然后结束这回合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救到他哦。那你的工作就是来帮我加个油，加满吧，刚刚油还没有满哦，那我来上车，好，趁那个怪还没过来之前，赶快走，Go， 离开，救到一个人嘞。
但是我看游戏的介绍啊，他说如果你没有救到正确的人的话，其实可能会引发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，引发一些很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怎么国文造诣怪怪的啊？哦，好酷哦！从美国的东岸要到美国的西岸，已进行了10公里。不过这怪是什么东西啊？那看起来很有三条腿，然后有这个很像什么海葵吗？也很海葵的头，应该是异形吧？玩活的真不容易，谢谢你们为我腾出位置，也不过一个人而已啊。No problem。很高兴我们能够弄到一台新车。我们是不是该看看地图？从美国的东岸到西岸，感觉还蛮远的。这什么意思？虽然不是什么新消息，但我听说这里有不少的物资。加油站看起来危险，但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啊。所以我要决定我们下一个地方去哪里，对不对？去物资的地方好了。看起来要到下一个点还蛮远的哦。所以说每一个点的距离大概都会有3个事件发生。不知道这个迪亚他到底是什么，迪亚兹、迪亚哥会帮我什么事情呢？有什么可以探索的啊？这个好像不能探索，但是这个箱子可以探索。那你下来看一下吧。看，要下山了，里面有什么东西？你拿到什么东西？等等，你拿到什么东西？什么？这什么？像是急救箱的东西哦。可以恢复生命值，可怎么？哇，看不到，可动视物品，看不懂，算了。他的刺有时候太小了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？迪亚兹，你要下迪亚哥，不要再说兹了，好吧？迪亚兹就这样子一个物资哦。我先去那边走走看，或许可以看一下东西哦。你也好像没事了，那你就没有体力了，结束一下吧。等。有怪要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还是小心为妙哦。你这里有什么探索的呢？探索一下，这边有什么东西？车上啊，你是不是拿了一个东西？我看一下。等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然后我每次都没办法看。要怎么确定你呢？书有意思，它什么？也许能用它换点东西。哇，那个字有点难看呢。不过他还蛮适合书的吧？他是说他是见识广博的人嘛，对不对？你这边还有什么事啊？我们走过来看一下好了。好，结束。哦靠呗，他在那边哦，超近的。那先赶快准备上车。然后你这边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东西可以看了，赶快上车好了。好，上车上车。结束结，太快太快了，你先上车，然后迪亚哥赶快走过来，不要跟怪走太近。怎么？赶快上车，好可怕好可怕，感觉有什么大事要出发嘞。好，我们先离开吧。刚刚那个地震是怎么回事啊？不要跟我说到夜晚的时候有更大的怪会过来哦。该休息一下了，油箱又空了，真的假的？我需要这个，对吗？你们的对话怎么有点奇怪？地图在你那儿吗？听说阿普尔顿有一辆状况不错的车，所以这一次没办法选择哦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又上路了。每走一格感觉就是要花一格的油，所以油必须一直去补充哦。这还蛮正常的啦。等一下，也有点可怕。我拿得到油吗？这感觉有点可怕哎。试看看好了，我就让一个人下车好了。可以隐藏在黑暗之中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所以我只要在黑暗之中，怪就不会接近我吗？先结束看看好了。又过来了，走过来一格。不行，这样你会死掉。不能动了，不能撤销
晚上不能撤销行动吗？有树枝，树枝是拿来干嘛的？易燃，这件武器可以使用两次，所以我可以拿这个攻击敌人的意思吗？女生也下车一下好了，看起来看能不能把这只怪一起结束哦。啊！哇哇哇哇哇哇！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你可以攻击他吗？击杀！哎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打得死，打得死。你自己的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我觉得你先拿一下汽油好了，拿个汽油，然后，往这边走一步，自己使用一下呢？可以自己使用吗？治疗哦，就没体力了，体力真的是很麻烦呢。这个还没有被收过，看一下。搜索有什么重要的吗？什么都没有。哎，有拿到一个那个水管，水管应该也是拿来攻击的哦。嗯，好，结束一下。哦，突然爆炸了。治疗自己一下吧，还好有那个急救箱哦。一格半，所以你还可以动一下吗？嗯，好像也就这样子而已。你的话，你赶快帮汽车加一下油吧。油量还蛮少的，先准备上车。存放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结束吧。嗯，要越来越多了。上车，先上车。然后第二高一，赶快上车吧。来来来，上车上车。发动。离开。哦。做的还蛮逼真的，居然直接走过去就碾过他。不过看起来只要有武器的话，确实就可以把怪给打死哦。然后每一个武器都有所谓的使用限制。我想加，是的，我也是。那么我们要去哪儿？我听说沃斯滩有燃油，但我们要小心。为什么这边都不能去啊？是不是油不够的意思啊？然后他这个是指说要用一块油吗？也有可能哦，所以说要到这边可能要三个油也说不定。走吧，出发。哦，我比较期待有动物哎。其实我就是看到动物才想玩这款游戏的。感觉有点危险哎。但是旁边有个建筑物，这个可以把它打破，但是好像没有那个需求。这里肯定有点东西吧，我还蛮好奇的。要不要走进建筑物里面看看啊？靠，这只是双头的，感觉蛮可怕的。你先下车吧。然后你来探索好了。好好好，结束。怪果然都过来了。亚哥来探索一下车。你又拿到汽油，不错不错。回来，好像也不用回来，对不对？等一下你先撤销一下。胶，胶是什么意思啊？胶可能是可以把这个炸掉的意思哦，可能吧。然后你吗？你去那边看一下好了，也许这边也可以探索。好，先结束。其实能走动的范围真的是蛮小的，探索一下有什么？有 ，yes。把它合并一下，四分之五，然后再走过来，这里是油吗？合并，有五个油了，赞赞赞！但是不能动了。然后你吗？来探索一下这边好了。你也拿到油了，可能就这样子吧。我觉得建筑物应该是进不去了，所以就小心为妙。先结束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太可怕，太可怕了！先去加油。不知道最多可以加到多少你也来加个油好了。加满这个位置不行吗？结束。尽量不要被那个二头的碰在一起哦。二头看起来就是不好惹。这不要走到侧边才能加油啊。没错没错，确实是这样子哦。那就先上车。
然后先结束，因为我要等另外一个人过来。好，你也上车。哦哦，原来哦，油还可以储存哦，这个油拿越多越好哦。这边看起来好像也就只有油而已。如果下一个建筑物有离我们比较近的话，我倒是想要进建筑物看看。最好想想接下来去哪儿。累死我了。我也是。现在去哪儿？现在油很多，也许可以去一些比较远的地图。嗯，没有嘞。如果我们要继续前进，就必须清除障碍物。X 的意思是指说有障碍物，然后必须由我们自行去清除的意思吗？不知不觉，其实有过了四张地图。哇哇，四只！等等，那四只怎么办啊？这个有点超乎我意料之外耶。嗯，你现在手上没有武器，你先去拿个酒瓶好了。这酒瓶一定可以拿哦。Yes， 没错没错。看一下这酒瓶的意思，可以拿来投资，也能拿来怎么？来燃当燃料。好。女生也先过来好了。建筑物要把它打掉的意思嘛，对不对？我有点想要打打看他哎，可是好像打不死也说不定哦。要不要冒险呢？有点可怕哎，我想冒险看看，反正也没用过。没有，体力，等等，体力不够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体力不够了，先离开远一点好了，这太可怕了。然后先结束。哇哇哇哇哇哇！结束。靠背，等等，我按错按错了。你可以打吗？啊哦，只能打死一颗头，糟糕糟糕，这要小心一点哦。靠你近一点，然后攻击你。哦，啊，糟糕糟糕，两个人都要受伤了。先把一颗头击爆，然后，哇，糟糕糟糕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先过来好了。结束。哇哇哇哇！一直摔，一直摔。加强防御。你先把最近的先打爆好了。然后你先把障碍物也清掉一个。然后走过来。哇，你受伤有点麻烦呢。好，结束。又来又来了，好像时间太长就是这样子哦。怎么办呢？你好，主角好像快死了、欸，主角我快死了、欸。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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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撤销撤销，你先把他把一颗头给打爆，打爆一颗头之后，由你来帮忙挡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挡不挡得住哦。呸，结束。啊，前面，太惨了太惨了太惨了。哇靠北了，时间越长不能拖时间呢，一旦拖时间就糟糕了。哇，我在这边就要死了。啊，等等等等等等，你不能从那边走，太扯了吧。好好，先结束。哦，他的推车。哇，看来可能在这边就要结束咯，基本上完全不能被怪打到欸，一被打到大概就没救了。结束结束。好多怪哦。也许女生还有办法自救，但是男生可能就没办法了。啊，看起来还是不行，不可能不可能了。抱歉。好吧，顺便看一下到底死了之后会怎么样好了。太多只了啦，等一下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可以复活欸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其实人还是可以复活啦。
但是就会有处于受伤的状态哦。卸了他也没用啊。上得了车吗？一个人上得了车，也许还有救哦。先发动，先发动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抱歉。No！ 然后我人在车上会不会怎么样？这下麻烦了。被怪物攻击两下就没救了。他们怪物会自己打自己，可能是太极的关系吧。啊，看起来是真的没救了哈。自己葬身在车子里面好像还比较好一点。哦，这样就结束了。哦，游戏结束，你到达了东海岸。我本来就在东海岸啊，距离1961里停留5天数1，燃流耗尽0，抛弃人数0。哇靠！它距离超长的，等于说我在前面就要有很多的资源，然后也要考虑到格数的问题。哇，这个比我想象中还要难呢。不过我认为还蛮有趣的哦。然后一开始最好就要有一个同伴在，有一个同伴在的话比较方便。看一下。安妮姆过去收藏一些古董，鬼魂死后还魂。特性是冒险开始最初的伙伴，那另外一个是迪亚哥，也没能活下来哦。好，那第一次的体验大概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那我下一次的话，大概会着重在到底要怎么继续进行下去会比较好，不然我看第一关连栅栏都移不开就死了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一个段落，谢谢大家。